会摇头吗？摇起来。行行行，那会抬头吗？挺胸。哎呀妈，这毛太亮了！你把那后面的鱼油拿过来。老问咱家小北毛说长得这么好，就是吃这个鱼油啊。它是从48天到现在，一直只吃这一款，针对美毛亮毛啊，缓解掉毛效果还是蛮好的，比较推荐给你们。平常放在狗粮里一起吃就行。行，给小北留点。来，小北下来吧。真乖事儿，真棒啊！